有个人你应该感兴趣，他叫庞德福。民国十五年，我居然还代转过一封毛泽东写给庞德福的信。那么多庞德福？我是杨靖晨，三天把人押到南京，活的，所以我必须一蛇出洞，斩草除根。你中了那个庞德福的圈套了。你不叫庞德福，庞德福不是一个人的名字。你这个叛徒，我他妈现在就能毙了你！幸会，庞德福。